那这一节呢，我们讲一下这个革命历史叙事的兴起。那么其实呢，这些问题呢，都是大家今后不管你是做论文也好，还是对你今后的整个研究要有一个理论的参照系和一个当代文学的这种背景也好，都会回到这个革命历史叙事这个问题上，是吧？因为革命历史叙事呢，它是非常深刻的影响了我们当今的文学创作。那么当然大家会说，这个当今的文学创作当然是多样化的，各种各样的，是吧？但是是否有一种主流的叙事方式，那么在影响着当代中国的文学呢？而在这里我们是不是可以从革命历史叙事那里呢，找到它的一些最重要的前提和参照系。当然我们今天回过来，我们会说宏大叙事解体了，是吧？90年代以后是个人化的叙事，是多元化的叙事，是小叙事等等。那么大家也知道，我们讨论后现代的时候，后现代利奥塔的一个法国的理论家，是吧？1979年他写的《后现代的状况》。那么他其中就是认为，现代它是宏大叙事，后现代是宏大叙事解体，是小叙事，是吧？是讲究差异性。那么现代是讲究整体，讲究宏大，讲究完整。那么后现代它是小叙事，是中心的解体，完整性的解体。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在革命历史叙事那里呢，是达到了它的一个可以说达到它进入它的一个成熟的阶段。那么为什么在这么一个50年代和60年代，我们有这么多的革命历史叙事的作品出现？今天我们回过头来，不只是理解这些文学作品的纯粹的文学意义，我们还要去理解它的在那个时代的它的依据，就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会需要这样的文学。所以当我们说文学作品是社会现实的反应的时候，这句话在过去的反应论中，我们是以现实主义的真实性的理论作为基础，是吧？就是说这个真实不真实啊？这个文学作品反映的当今时代真实不真实，是不是？大家比如说这个一说我们当代的作品，是不是有影响的这些作品？你比如说秦腔啊，我一说会说秦腔，我说瘦活，我说废都，那么大家立即用现实主义的真实性去看它的时候，你会发现问题，是吧？因为文学作品它是作家非常个人化的经验表达出来的东西，是他个人对社会历史的一种理解。当然这种理解会有普遍性，但这种理解也有它非常独特的个人性，是吧？所以现实主义的典型化的理论呢，它一直争论不休。这个典型是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是生活的集中的反应、深刻的反应、本质规律的反应等等，但是依然很难去解释这些作品，比如说费都、庄稼蝶。所以现实主义的典型化的理论呢，在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应这个命题底下，它是很难解释的。那么理论呢，它又发展出了另外一种解释，就是说我们去从我们说文学艺术作品是社会现实生活的反应的时候，我们会去看这样一个社会现实和文学作品构成的机制是非常复杂的，并不是直接的反应，它是它的意识形态式的反应，是吧？它是有时候是颠倒的，有时候呢它是以一种想象的需要来替代现实的实际。你比如说秦腔，那里面写的中国农村呢是非常悲惨的，是吧？一个唱秦腔的美丽的叫做白雪，白雪公主啊，这个贾平凹呢选择了主人公故意用这么一个名词白雪公主，她本来是非常美丽的，是吧？唱着秦腔，结果呢她去秦腔衰落了，剧团解散了，
是吧？他只能去葬礼上哭丧，这是非常绝望的，是不是？然后呢，这里的土地也荒芜了，年轻人都出去打工，喜欢流行歌曲，穿着牛仔裤，头发染起来，是吧？家乡只剩下一些父老乡亲，一些孤苦老人。那村干部呢，再也不像过去那样为老百姓、为人民谋福利，他想着自己的打的小算盘，但是他也很困难，他要维持这种乡政府经营下去，是不是？这边写的都是在这样一个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在全球化的时代，在城市化的时代，中国农村所遭遇的一种困境。那么你说它真实不真实？那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新农村？我们欣欣向荣啊，是吧？中国经济成为全世界的火车头，怎么会是这么一种悲惨呢？贾平凹在后记里面写到，他到农村去，农村呢现在连抬棺材的年轻人都没有了，只有村上老人死了，那才叫年轻人回到农村去抬棺材。那么在他这样一种书写当中，那当今生活呢是很令人绝望的，是不是？那么你再看当今被认为是最具有现实主义精神的作品，《曹真路的那儿》，是吧？这些工厂、国有资产流失、工人流离失所、工人到处上告上访，是吧？然后被抓回去等等，最后呢拿那个大气锤自杀。那你这样看，那当今中国那不是糟透了，是不是？那怎么像一个经济这么每年保持10%几的增长，是吧？祖国日益昌盛，繁荣富强，是吧？60年大阅兵那么神气，是吧？全世界为之惊叹，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得那么好，开幕式，是吧？是无可企及的这种文化盛会。那么你和这些作品比起来，它是不是现实反映呢？所以就是说，在这个时代，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作品？为什么会出现文学作品以这种方式来反映现实？反映历史，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我们要重新回到一种时代的精神，回到时代的需要，回到时代的想象中去，去解释它，才能理解，是吧？文学作品它作为现实生活的反映，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审美的意识形态的反映，是一种想象的反映，所以革命历史叙事呢，它也是这样，它建构了一个历史的故事。那么这个历史的故事呢，有它的结构，有它的模式，有它的主题，但是它是不是历史的真实的反映呢？那么这很难说，这很难说，这最重要的取决于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文学以这种方式来讲述历史，所以这是我们大家需要理解的，是吧？所以今天回过头来看一看，你看那些文学艺术作品，它是不是真实的？那可能很难讲，可能很难讲。这个真实性这一点，它只有在回到时代的历史的真实的需要中去，才能够得到解释。所以在这样一种历史当中呢，我们会看到，社会主义文学对历史的理解呢，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观念，作家们已经成功地掌握了一套话语体系，有效地建构了革命历史，所以表现了广阔而多面的社会生活。所以我在我的这个文学史中呢，我使用历史化这个概念。这个历史化这个概念呢，在我的书中呢，很多处都有理论上的解释。那么如果说大家不理解的话，我们还可以多次的来反复和讨论这个问题。那么革命历史叙事呢，是最典型的历史化的一种方式。这是一方面，它使现实历史化了，就是说，我们现在身处的这个现实，它具有一种历史的渊源，就是和党领导的革命历史联系在一起，是那样一个革命的胜利的历史的到今天的延续，是吧？那么这样一个现实，它被历史化，文学作品它能够使现实历史化，它使现实获得了合法性，因为它有一种伟大的历史的开端，是吧？那么文学作品也使自己历史化了。就文学作品使自己成为这样一种历史的一个环节，就是说，我这个50年代、60年代的这样一种文学叙事，是吧？我本身是要历史化的，我要构成一种历史，构成一种文学史，这个被称之为当代文学史。同时呢，我重新确立了自身的起源，
我也重新界定了现代文学史，是吧？从鲁迅那里找到一种源头。那么，五四的白话革命文学运动，胡适已经被批判了，是吧？已经被打下去了。那资产阶级的这种唯心主义的这样一种东西，革命文学呢，是要从鲁迅那里重新找到它的源头。所以，文学革命像革命文学的变化，那么到延安文艺座谈会，然后到50年代、60年代，然后到革命历史叙事，那么这是一脉相承的，这是我们的革命历史文学将自身历史化的一种方式，啊，所以这个呢，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啊。如果不好理解，我们可以再讨论。那么这一点呢，我在这里要提出来是，我们今天去看一看，我们今天是吧？今天中国是经济高速发展，是吧？基本上可以说，几乎要步入后现代了，是吧？20年前，我用后现代来讨论中国当代文学的时候，那么，很多人这个持一种怀疑态度，是吧？那么今天我们来看一看，中国这个社会，我可以说一只脚踩进了后现代，另一只脚还在前现代，是吧？中间跨着现代，这是我的一种理解。那么这是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可以看到今天中国的经济状况，我们的高科技产业，比如手机，中国现在基本上是世界上第一，是吧？你怎么想象得到收垃圾的农民都有手机？是不是？还十几年前，那手机是非常了不起的东西，谁手上拿一个大哥大，那个东西是一个非常巨大的东西，那非常神器，是吧？大款的标志就是拿一个大哥大，旁边再站一个女秘书，美女，是吧？这个叫大款了，所以那个时候要去骗钱，先呢要置办一个大哥大，然后再置办一个美女秘书，那么这钱肯定骗得下来，是吧？这典型的中国发展的一种标志。那么，但是今天呢，捡破烂的，是吧？捡垃圾的，他都有手机了，民工都有手机了。我们当然不是说歧视捡破烂和歧视民工啊，这恰恰说明这种高科技的发展非常非常的快。非常非常高速，那么仅仅是在10年前，摩托罗拉曾经放了30颗卫星上去，通信卫星，可能这个大家都不知道，当时是几十亿的美元，但是后来要把这几十颗的卫星打掉，为什么呢？摩托罗拉曾经设计出一种模式，本来是用相当于现在的海事卫星，他认为这种卫星的通讯呢，它要平民化的非常困难。所以它的费用非常昂贵，一个手机要1万多块钱，是吧？然后呢，通讯费用非常昂贵。现在如果是海事卫星的话，你就说你在南极那个地方，你都可以使用这个，那种通讯卫星，就经常这个卫师，比如凤凰卫师记者是吧？前线伊拉克前线采访，他用的手机是那个。那么曾经他是用这种通信来传播的。但是摩托罗拉在这个技术的这个革命上呢，他犯了错误。他以这样一个模式，因为具体的技术我不太懂，但是我知道这样一个事件。后来要把这几十颗的卫星，30几颗卫星打掉。那么，然后后来是以这样一种通讯卫星的方式来传播这样一个通讯的一种频道，是吧？大家如果了解这种。无线通讯的发展史的话，会了解10年前摩托罗拉曾经犯过的一个错误。所以大家想一想，这些手机的巨头，诺基亚、爱立信是吧？然后这些是不是啊？现在中国有这个叫做天娱手机是吧？我曾经到处鼓吹这个天娱手机，现在有山寨是吧？山寨手机是吧？山寨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过山寨？没用过可以试一试，了解山寨文化是吧？啊，只要小心电池别爆炸就行了啊。那么这些发展是吧？手机全世界第一，高速公路全世界第二，是吧？那么航空运输也都要接近世界第一了，现在世界第二，被认为是新兴的市场，将会成为世界第二啊。现在可能世界第三，大概 GDP 世界第三。马上要超过德国，是吧？
和德国只差20几亿美元啊，应该是很容易就超过啊。然后这个大家还想一想，还有什么？互联网网民全世界第一，是吧？这个都代表哈高科技的这些所有这些标志。那么你在北京的大街上看看，西方人他如果没有来过北京，没有到过上海，是吧？没有到去过浦东，他不能想象中国是这样的，说他以为中国大街上还是这个拉着这个马车，是吧？还是这个中国人还是这个大红灯笼高高挂，是吧？还是妻妾成群赶着马车，是吧？在大街上奔跑，啊，西方人他是这么认为的。那么他如果到了北京，他才会惊叹这个，中国的这种如此之高速的发展。而且这种发展还要持续下去。你看，西方受金融风暴的打击非常沉重，那么中国影响还是比较小的。那么显然，金融风暴也是被中国也夸大了。我们国内，美国也夸大，华尔街也夸大，中国也夸大。那么，因为中国也作为这个来证明自己，好，这个我不多说。我要说的就是说这么一个发展的一种状况。但是在我们的文学上，在我们的影视上，大家看到是一幅什么景象呢？是吧？大家现在打开电视一看，都是抗日战争，是吧？拉国共啊，革命，然后我们都回到了30、40年代、20年代，是吧？中国都还生活在旧社会，暗无天日，是吧？然后是我们党，地下党啊，这个非常神勇。那么大家去看一看现在最热播的这些，是吧？什么暗算啊，人间正道啊，这个潜伏啊，最近在播这个风声，是吧？那么《风声》大家看了没有？都没有，一个都没有看。哦，大家可以去看一看。我是其实在网上看的啊，这个《风声》的作者，这个原作者麦家呢，我也曾经号称是他的老师啊。为什么号称？因为他在鲁迅文学院，那么有一年的那样一个进修班。他选我做他的导师，有一个学期。他是一个很有个性啊，很有这个特点的作家。那么《风声》大家可以看一看，是吧？是这个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潜入这个汪精卫的伪政权的这样一个内部，然后来暗杀，是吧？然后来这个来打击这个日寇。那么，这么一种历史，你可以发现这几年随着这个国共海峡两岸的这种对和平的呼声越来越高，那么中国的影视呢，它就发生一种变化，是吧？那么过去国民党都是丑恶的，是吧？国民党是不抵抗的，是这个节节败退的，是吧？然后是伪军，是吧？我们小时候，什么叫做好和坏？好就是共军，是吧？坏的就是国民党，啊，坏的就是国民党，是吧？那么台湾也管我们叫做共匪，是吧？那个时候80年代初呢，我那在福州，那家台商刚刚到那个福州做生意，他在路上问路，看到我说："共匪先生，请问去东街口怎么走？"哎，我说我怎么变成共匪了？他认为这个大陆人都叫做共匪，是吧？就像我们叫国民党就是蒋匪一样，是吧？蒋匪帮啊，蒋匪，啊，你是共匪，当然共匪，因为对他来说那是一个中性的称呼，就都是叫共匪，但是我们现在看一看，它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它现在的是什么呢？它现在就是国共两党，国民党演国民党，过去演国民党的大家看过都是什么？地道战中的那个汤司令是吧？是吧？地雷战中的汤司令，哦，然后这个红岩里边的那个演那个许鹏飞是吧？沈醉是吧？然后呢，都是那些普志高，这是叛变的啊，那是叛徒。总而言之，他们都是长得歪瓜裂枣是吧？然后镶一个大金牙是吧？然后眼睛呢，就如这个
如那个鲸鱼死掉的鲸鱼是吧？然后这样一个整个人呢非常丑陋，这形象也是丑陋。但是现在看一看，现在国民党的军官都一个个都长得很英俊是吧？都是大帅哥小帅哥，是不是？所以呢，他如果说文学艺术是现实的反映，你发现从这里面，假定说很多多年以后。人们要去读解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可以从这里面读出什么信息呢？他可以读出啊，肯定是两岸两党的关系有所改善了，是吧？不再丑化国民党，是吧？那么国民党不再是反动派，那么开始给予他以一种相对正面的一种，好像上个月还是什么时候，马英九在一次国民党的一个会上，非常兴奋地告诉大家，他说。那么，大陆的胡总书记也承认了我们国民党抗日是烈士，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条消息，没有哈，大概是上一个月，因为我们在一个公开的场合承认国民党是抗日的烈士，但是据我所知，好像我们有一些国民党的抗日的烈士，我们一直是承认的吧，是吧？没有吧？张自忠嘛，张自忠路嘛。是吧？我们北京一直是张自忠路是命名的，是吧？当然，其实近十几二十年来，在我们非官方的这样一个学术的研究当中，对国民党的这样一个抗日，对国民党的那些烈士，都是给予承认的，在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个这样一种体系当中是给予承认的。